旧钟情有点喜欢你，我的爸爸说还不可以，请你别着急，我想今晚去找你，我不和陌生人出去，至少先让我请你看场电影。我想在完美世界认识一个女孩，虽然人们都说网络世界男人坏坏，但茫茫人海我却是例外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特别自在，我们一起修炼也一起打怪，连我妈都说她真的很可爱，她完美的琴声留在我脑海，如果现在表白会不会太帅，穿越了游戏莫名其妙就相遇，样子不太行，出门又只会装逼，却飞到你的心里去，姑娘，我对你一见就钟情，有点喜欢你，我的爸爸说还不可以，请你别着急，我想今晚去找你，我不和陌生人出去，其实我们认识好几个星期，想被你对我一见就钟情，我才不相信，有时我自己不相信我这么的帅气，未来我们就一起写完美的回忆，至少先让我请你看场电影。那是在手机游戏认识一个男孩，虽然他的幽默感有时有点奇怪，但还是会期待冒险在城外，不管几点上线，怎么他每次都在，我们从生肖聊到星座，兴趣到工作，原来你也喜欢看小说，特别是金庸，如果你是小龙女，那我就是杨过，你应该是羊驼，让我很头痛，穿越了游戏莫名其妙就相遇，样子不太行，出门又只会装逼，每次在飞行总是不停想着你，不知不觉飞心里去，姑娘，我对你一见就钟情，你还不相信，不是故意想让你伤心，真的对不起，明明那么的用心，你不要那么在意，我想我天生就是那么小气，想被你对我一见就钟情，我开始相信，有时爱情不需要原因，我们心有灵犀，未来我们就一起写更美的回忆，成为你生命专属的 NPC， 未来我们就一起写更美的回忆，从此让彼此不再只是游戏。旧钟情有点喜欢你，我的爸爸说还不可以，请你别着急，我想今晚去找你，我不和陌生人出去，至少先让我请你